来家安装翠婚礼站。参加这一次活动啊，让我们整个产品的品质有提升很多。那我们用良心的心态在做事情，最主要是要让消费者吃得安心，吃得有信心。谢谢。台湾曾经是一个美食的王国，那当然各位也非常清楚，这六七年来啊，一下是毒奶粉，一下是三聚氰胺，一下子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食品出了相关的一些状况，但是我们也在立院短短不到五年的时间修了七次的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当然期待有更严谨的一个法律依据，然后也期待，最期待的还是我们业者自己的良心与道德的往上提升。家安全催婚林吼，已经不是一个口号，而是一个品牌。迄就是代表讲咱婚姻观、咱的食材、咱的食品，拢是经过非常严格的把关检验吼，大家会当放心来采购、来食用。这是多年来努力的成果，所以我们今天利用这么一个机会，是要来表扬哈，在这个过程当中，和政府大家共同携手合作，我们云林县优良的业者来向他们致意哈。那过去几年发生了一些社会瞩目的重大的食安相关的案件，引起消费者的恐慌的，所以讲食品的安全是一个大家共同关心的民生的议题。在两年前呢，我们也展开了跨域的合作，就是咱参嘉义县、参嘉义市成立一个联合治理的平台，有关于食品安全的部分呢，我们也列为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哈。在去年，我们在地检署郑检察长的倡议之下，不去嫌含咱婚姻管政府含咱卫生局来成立一个食安的一个平台，在检察官的指挥之下，我们是司法侦查以及行政的稽查，这个双管并下。在这种情形之下，冒金阶金阶啊，后下季的新旧都丢。云林人遍布在全台湾了哈，我们希望云林的食品呢，也能够行销全台湾，我们要打入国际的市场。再一次的来呼吁，我们所有的食品业者，大家共同来拍拼，咱五万公，咱的努力会当得到消费市场对咱的认同。Yeah.